我跟你说，爸爸我等下红包一个人三百，我怕一百块钱我买。哦，五百。为什么？跟他在东莞。哦，东莞，对。对，我们做过一档，还有电视台都有。他真的是对我们这些资深的人特别卖力。我们只要他的伴奏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换人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